他们都不做，顶多我利用棉花把土木弄好，一件一件的花苞，我回来帮你组装。我说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把你做好。对，要做我讲，我嘛敢讲，我大概做个一下啦吼，但我尽我的力量，我尽量有研发的能力，有很多的构想，但是如果又跟医疗结合在一起，它可以把它的这样的一个研发，把它扩散，把它复制到世界很多的地方，然后让世界很多人能够得到它的支持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铁肺人生在。